刚刚发行了最新专辑《重启》的鹿晗，昨日在京为自己担任代言人的时尚 APP 站台宣传。虽说这一身黑衣相当低调，不过谁让人家星光闪耀嘞？你看看这举着灯牌玩命喊的粉丝，那可是活动开始前好几个小时就来到现场等候的。我说粉丝这么给力，鹿晗你也要常常多露面，给粉丝见你的机会呀。话说回来啊，你上跑男的事儿外面已经传了很久了，对于参加这档收视爆棚的节目，有没有做什么准备？会不会有压力嘞？希望能够尽快的就是能放开大家，就是不顾一切就撕吧。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能把李晨哥给撕掉，但是暂时只是个梦想。我觉得偶像包袱这个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偶像包袱，真的就是团队人家老说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表情管理一下，就出来的图都是丑的，对，都是特别搞笑的那种图，对，我觉得我是没有偶像包袱的。又酷全一乐，期待小鹿登跑男，北京报道。